三仙山位于烟台市蓬莱区海滨路九号，是指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。当年秦始皇、汉武帝东巡访仙求药，祈求长生不老，都来这地方，是蓬莱神仙文化的源头。景观内亭台楼阁，飞檐翘角，气势雄伟，金碧辉煌，被誉为神话仙境蓬莱再现。